不是，是那个大嫂盖，大嫂盖。慢节奏加上短暂的停顿，向来是北根海域最有效的轻铁呈现手法。但是久而久之，这里的鱼也渐渐试穿了钓鱼人的伎俩，不再轻易上当。围铁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轻铁的不足之处。围铁比轻铁小很多，所用的母线和子线也细得多，加上更细腻的呈现手法，成功解除了北根鱼类的戒心。但是如果想在这里成为围铁钓的常胜将军，钓鱼人却必须培养耐性，苦练北根式慢吞吞的呈现手法。打 ，OK， 马上收，好，拍他。小心一点，这个高点呀，你的哈子呢？教练。是了，等他来咬放出他自己来咬、我就是刚才嘛，他放嘟嘟嘟嘟嘟嘟嘛，我打他几轮了，你看到是不是？成怪了，又中了，打掉打掉打掉，哎呦，又断了，怎么你的线那么容易断的？在广交其中一个钓点，我们碰到了一群体型可观的亚嘴沙盖，印证了细腻围铁呈现手法的神奇之处。只见关单围铁钓好手阿海的钓竿在停住不动时，竟然也出现了有鱼前来会饵的抖动情况。阿海就像在进行沉底钓般，让铁板继续维持在大约相同的深度，等待竿纤被扯弯时才扬竿作饵，竟然通过这个方法联系上鱼。根据阿海的经验，就算静止不动，这里的深科鱼类往往也会以吮吸的方式抢吃围铁，不由你不信。
围帖可说是一种十分平民化的钓法，不需要购买昂贵的钓具，微型铁板的售价又比轻型铁板便宜很多。近岸的浅海、海边结构，甚至是淡水钓场，皆可尝试围帖钓法。钓成的花费比一般的海钓节省很多，而且玩围帖不需要有充沛的体力。重型的铁板钓法甚至被视为只有猛男才可胜任的钓法，而围帖钓法几乎可说是男女老少都适合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真的非常有效。种种迹象告诉我们，围帖很快就会在本区域崛起，成为最潮的钓法。不玩围帖就跟不上时代了。围帖因为体积很小，需要双钩钓组的配搭以提高中钩率。这里教你简单易学的围帖双钩制作方法，让你节省金钱之余又能体验 DIY 的乐趣。Soy、Big 和 Chino 等都是可用来制作双钩钓组的钩款，是铁板的大小选用2、1或10号这三个尺寸。最适合的绑结法是 snail 结，此结法常用于绑虾钩，也普遍用于制作钓马鲛专用的钢线钓组。 snail 结受力时会越拉越紧，非常稳固。为了配合袖珍型的围帖，可用100或120磅的 PE 线取代比较粗的 Kevlar 绳。 PE 线的另一项优点是直径较细，容易穿过钓钩钩眼。穿过钩眼的绑结法在打钓时可提高中钩率。接下来的步骤是把绑好的双钩穿到四星环上，双钩钓组最好能一长一短地悬挂在铁板上，涵盖整块铁板，这将有助于提高中钩率。